咱们是因为建临江大厦，才有的这些配套设施啊。那你这么做的话，等于是反过来做了。我倒是觉得，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，这才是本。而建一个什么江南最高的大厦，让周边的省市过来关注鼓掌，这才是末。老马，真的，你真是一农民。我觉得你的视角啊，永远是带那么一点点小家子气。我这说这些话，你别生气啊。 我这就是乱世，没事儿，你说，事实就是这样。不，你说的也对，啊，用有限的钱，改善民居的这个生存环境，挺好，很对，也应该。但是你想想啊，咱们在临江建一个这一带最高的一栋大楼，并不是你说的那样。 是为了什么赢取关注、赢取掌声，不是那样。老马，我是希望啊，你能够换一个视角去看待问题，换一个更高的视角去看待这个计划。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啊？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啊，是一个共产党人带领着全国人民走向更辉煌的一个时代啊。在这个时代里。 老百姓不能只是吃饱了喝足了，然后住上一套好房子。更重要的是，要给他们一种精气神儿啊，要让他们感觉到有强大的信心和力量。哎，一定要让他们知道，只要有我们在，临江城会变得更好、更强、更有希望。想要做的这些，老马。 临江大厦这个计划就是根本。阿良，你说的非常有道理。老马呀，我始终觉得你这个人呢，虽然长得有点固执啊，但是你还是愿意听道理的。真是这样，这个临江大厦呀，于公于私，啊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好项目，值得考虑，值得做。 你说呢？啊，阿良，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，最先考虑的还是百姓。那这么说，你还是不同意了？是。哎，老马。 合着我说了半天了，这等于是对牛弹琴呢。哎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不同意我提出这个方案呢，还是不同意我这个人呢？阿良，我只是就事论事，怎么可能是针对你这个人呢？你一定是针对我这个人呢。你马鞍山永远是对的，我乔梁呢，永远都是错的，错的也是错的，对的还是错的。哼，我也看出来了，反正啊，只要有你马鞍山在，我乔梁呢。 永远都是错的，阿良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行了行了行了，都别说了，老马，心知肚明啊。反正这个计划呢，就在你桌上了，愿意看的您就看，不愿意看的你就当那垃圾给扔了。总之呢，你随便啊。 在这儿啊，嗯，柳烟，来，坐下来一块儿喝酒，你用这个，我用这个，你怎么又来喝酒啊？
在部队的时候，战士们都是用碗喝酒的，只要痛快啊，还有你的，来坐。我那坐，怎么了？不愿意跟我喝酒啊？没有没有，愿意。来，好吧，来喝酒，你自己来。 乔主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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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乔主
娘，你觉得我对阿良是不是太苛刻了？二婶，你们俩又怎么了？嗨，没怎么，还不是工作上的事儿。我这一回来呀，阿良把他准备很久的一个计划给我看了，我给否了。他下午跟我急了，说是我为了否定他才否定这个计划。那你到底是否定哪个呢？我当然是否定他的计划了。那个计划确实有问题，我问心无愧。你既然问心无愧，干嘛心里还难受？是啊，我当然难受了。阿良说我啥？说我凡事都否定他，凡事都我一人说了算。我这一下午啊，我心里都不舒服，特别不舒服。你不舒服，那是因为阿良说中了你的心事。你想想，阿深，阿良这回估计是卯足了劲儿想做出点成绩出来，没想到被你这个愣头青给否了。再加上他和亚楠的事儿，这要换了你，你心里好受吗？嗯，娘，您这一说我明白了，我一下子明白了。是啊，你们这些大干部要处理的事儿啊，我不懂，我也干预不了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凡事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也考虑一下你兄弟的感受，你毕竟是哥呀。娘，您放心，这事儿啊，一定有解决的办法。娘，娘。亚楠来了，来来来，进进进。亚楠可在呀？啊，娘。哎，来啦。娘，我给嫂子拿了点阿胶，你熬一熬给她喝吧。哎呦，还让你费心。这个好喝吗？好喝什么呀？治病用的。娘，我今儿啊去医院，我们医院的一个老教授交给我一套给瘫痪病人的恢复操，我想给嫂子试一试，好不好？是吗？那感情好。娘，拿一下啊。谢谢你啊！哎呦，这第一步呀，要给他先做按摩，活动活动经络，不能直接做操，要不然容易给他拉伤的。然后再慢慢的抬起来，一定要使着劲儿，放下，再抬起来。再轻轻的这么转一转，第一步就是这样。亚楠，你慢点做，我好好记记，以后我天天给他做。没事，娘，以后啊，我每天都来，咱俩一起给嫂子做这个操。哎呦，太好了。阿深，啊，阿良快回来了吧？哦，他今天加班，最快啊也得后半夜了。
田楠。马大哥。啊。阿良啊，挺不容易的。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我也没这个脑子去想。但是啊，阿良这段时间呀，工作上、家里呢，事事不顺。如果他要是欺负了你，你就让着他，多让让啊，也没什么。你说呢？那大哥，其实这几天我也在反思我自己，可能是我平常说话，哎呀，太让他自尊心受损了。面子上有点下不来，比他逼得可能是狠了点儿。真看不出来，你呀也是个厉害的主。老大哥，我感觉阿良好像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，他不会是犯什么错误了吧？嘿，你想多了，就冲阿良这人品，谁犯错误也轮不到他。老大哥，你一定要帮我看着乔梁。娘不说了吗？乔梁绝对不能犯错误，不能影响他进步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看着呢。那行，那我走了啊，明天傍晚再来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明天呀就是天打雷劈，我也得让乔梁在家等着你。再见。好。我不懂，我就是不懂。我有抱负，有能力，我得有作为啊！为什么要受到压制啊？凭什么要压制我呀？那些小人也要利用我，你知道吗？连我自己的女人都不理解我，乔主任，乔梁，你是要干大事的人，你这样的人一定要经历这些的，你相信我，不要放弃，永远都不要放弃。你刚才说我是干大事的人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干大事的人？因为我长大了呀。那前些天你没长大，你还是小孩。是小孩。以前我总觉得只有马鞍山才是大英雄、大豪杰，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长大了，我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真正的有魅力。有魅力？你是说我有魅力？对，就是你。我觉得。我觉得你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，你才是真正干大事的男人，你才是真正有魅力的男人。真没想到啊，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竟然欣赏。认识你，满上。乔主任，对不起啊，他们要走了。
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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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自己喝。你没事儿？我没事儿，我一个大男人，一个大英雄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走吧，走吧，免得他们说你会被我骗走。真的？什么真的？你真的会把我骗走？刘燕，走不走啊？走了，走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以后呀，你要是再不高兴的话，就来这家面馆，我陪你喝。听我说，您呢先别着急，因为这个项目呢现在还在论证之中。是啊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您放心吧，一旦有消息的话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对，您别着急啊。好，再见。是这样，进门也不敲个门。我都来了好几趟了，都没人。你今天怎么才上班？昨天晚上睡晚了，有事儿吗？昨天亚楠去找你了，等了你半天没回来就走了。哦。哦，什么？今天早点回去，他还来找你。知道。必须回去。我说了，我知道。行行行行行，来。你看看这个，你看看改的怎么样？在增加民居的面积，临江大厦只负责负担社会功能，政府部门不得再占用。既然你已经不同意了，改了有什么用？你先告诉我，这么改行还是不行？无所谓，建大厦是关键，这都不重要。如果你要觉得行，就开始干吧。你同意了？同意了。不是啊，你昨天不是还反对的吗？怎么今天就同意了？那是昨天。昨天呀，我真的想了很久。你批评我批评的对，咱俩自从进这个军管会就一直吵吵闹闹啊，但是你却一直努力的在配合我，按照我的方向走。不管我这个想法有多傻，但是只要是集体同意的，你都是毫不留余力的在帮着我。可是现在呢，你确实一直在努力，但是我呢，却从来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上为你去想，为你去办事儿。所以啊，这一次我愿意配合你，帮你去完成它。说话呀！你说你早同意多好啊！谁让我是个农民呢？你说的对，我呢，想问题啊太小家子气。城市的发展规划还是你有魄力。哎，我可跟你讲好了啊，以后但凡是这样的事情，都得你多操心啊，我就不掺和了啊。那不行，说好的呀，
我配合你工作。奶奶啊，爸，你要回去了？我去马大哥家里。啊，那乔梁他回去吗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奶奶，你今天回去啊，就不用着急回来啊，等等乔梁，他要是回去晚啊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爸，我不想见乔梁。哎，兰兰，不是爸爸说你，你要给男人一点尊重，要给他一个台阶下，啊，主动跟他沟通沟通，这关系自然就好了。好了，爸，我走了。完事儿你自己吃点啊。亚楠，你要爸爸求你吗？爸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亚楠啊，我们叶氏公司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，我们的项目不能停下来，我们公司不能再受损失了。难道这些你就不懂吗？啊？你就不能以大局为重，成全你爸爸的心愿吗？爸，那你告诉我，乔梁还给你的3000块钱从哪儿来的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爸爸。如果说我和乔梁的感情破裂了，我们可以靠时间去修复。可是，如果乔梁一旦误入歧途，那就很难再回头了。误入歧途，这根本不可能。爸爸，乔梁哪来那么多钱呀？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？他哪来那么多钱？我哪知道呢？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你们成天在一起嘀嘀咕咕的，总在商量什么事情。你们越是瞒着我，越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了。亚楠啊，你要知道，乔梁当的可是不小的官啊！啊。按照他这个干部级别，谁敢查他呀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爸爸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什么叫谁敢查他呀？他要真是犯了法，谁也保不住他。爸，我求你了，你快告诉我好不好？行了，亚楠，我要是知道啊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，啊，好吧？好了，快去吧，啊。见到乔梁啊，好好跟他沟通，你们一定要和好，啊！哎，这对我们叶氏公司是很重要的。爸，我不会卷入到你们的商业游戏里面去的。你说什么？哎，亚楠，亚楠，商业游戏，哼，没有叶氏公司的买卖，你还能过这个好日子啊？喂，啊，乔梁啊，啊，太好了，项目批下来了，那我叫公司开足马力，马上筹备，工程啊全面正式运转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你做的太好了，岳父不会亏待你的。啊，亚楠啊，他挺好的，他现在去你那儿了，啊，我找他谈过了。他也承认有些事情啊是他做的不对，哎，等你见到他呀，你也要跟他好好沟通沟通啊。好，好，再见。马主任，嗯，有空吗？啊啊，在。啊，坐。啥事儿？想跟您汇报一下顾小三的问题。又怎么了？火山要我们注意顾小三的生活作风问题，说他有可能跟铁手组织有了牵连。铁手组织？嗯，不可能，我从小带大的，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。他是见了漂亮姑娘走不动，但是本质还是好的，受到教育这么多年，他总知道什么该碰什么不该碰吧。火山的情报可能没那么准确，可据我观察，小三啊最近确实讲究吃穿，喜欢攀比炫耀，
在作风方面确实问题很大。这事你跟乔主任说了没有？汇报过，只是乔主任没有反应，我就找您来了。陈玉玲，陈玉玲，马主任，你赶紧的去给财政局打个电话，让顾小三过来找我。好，那用我跟他说是什么事儿吗？说什么说啊？就说我找他，让他赶紧过来见我。明白。哎，等一下，马主任，你现在把他叫过来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什么也问不出来呀。你呀，直接去一趟吧。我去。小赵。哎，嫂子，您回来了。乔主任在家是吧？乔主任现在不在。什么叫现在不在呀？我刚才送他回来的，可是后来他又被别人接走了，就不在了。哎，嫂子，你们和好了？小赵，乔主任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呀？他啊，忙军管会的事呗。他去哪儿啊？都跟谁在一起啊？乔主任啊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你是他司机，你能不知道吗？我是他司机啊，可是他基本上只用我开车上下班接他，那其他时间啊，要么他自己开，要么就有人接他走，我真不知道。谁接他走？嫂子，我也不认识，你还是别问我了。小赵，我今天问你的话别告诉乔亮啊。啊，好。小赵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。您放心，嫂子。今天啊，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你。酒不错吧？杯子声音也挺好听，识货呀，乔主任，这酒是他们从上海搞的法国红葡萄酒啊。来吧，王先进同志，为了临江大厦啊，也为乔主任更上一层楼。更上一层楼？对啊，临江经济上做主的人还当乔主任啊。来来。话说回来了，这马鞍山这一回可挺痛快的啊，怎么转性了？是转变的挺突然的。我这次从沈阳回来以后啊，变化确实挺大。哎，乔主任啊，以后的事儿可不好办了。怎么了？哦，刚才老李来电话说他有事儿来不了了，给你抱歉。我还想说呢，怎么没见李伯驹啊？哎呀，出什么事了？别提这事儿了，他最近啊搞得焦头烂额的，有人趁着马鞍山回来啊告他的黑状，写黑信。幸亏啊军管会有自己的人把信给截住了，这两天他在下面在查是谁写的黑信。告的是黑状？啊，不是不是，问题大不大啊？乔主任，您别多想，没事儿，就是他们银行里有人嫉妒他。老李啊，能摆平的。你告诉老李啊，这个时候了，千万别跟我惹事儿，惹了事对大家都不好。乔主任，你放一万个心，肯定没事儿。老李是经过大风浪的。他心里有数。哎呀，
就是乔主任啊，顾小三儿那边老秦查的比较紧，您那边还得多关照关照。你告诉我，你跟顾小三儿有没有经济上的来往？说。这有点儿，不多。哎，我就怕真把顾小三儿查出来有问题，老秦会继续查我的呀。我早就说过吧，啊，别伸得太长，你就是不听。是，我太不自量，太不自量。你知道吗？老秦给我提过好几次了，我都给压下来了。啊，你告诉顾小三儿，别再惹事儿了。是，好，谢谢乔主任，谢谢您了。你说喝个酒，喝个酒都不清醒。算了算了，走了。乔主任，您这几瓶酒，跟这几个杯子，我给您送到家去。您没事儿，你自己喝着也自在是吧？好酒。算了吧。乔主任，您见外了，不就是几瓶酒吗？啊，难得你喜欢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你这样，你要送的话呢，最好别送到我家去。老马跟我住太近了，不方便。哦，要送就送到我那个老宅子去啊。嗯，这样方便一点。好，好，明白。哎，酒明天就送到。哎呀，不会说话，小点声啊。啊，明天送到。哎，明天。进来，马队长。小陈，怎么样？有情况。走。什么情况？我分别找顾小三在财政局的几个同事，还有和他来往比较多的干部聊了聊，他们对顾小三的评价，全都说他有问题。具体情况主要表现在顾小三这段时间比较讲究吃穿，用的东西也是越来越高档。为人处事方面的话，他看不起周围的穷同事，人也变得市侩，恐怕离党性原则是背道而驰了。那他有没有跟特务联系的消息？这倒没有，不过马主任，您可以让陈局长派专员做个深入的调查。这是下一步的事情了。他的宿舍你去了吗？去了，但门一直关着。我在周围打听了一下，邻居说他不经常回到那里去住。不回宿舍住？那去哪儿住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这次调查，你没有大张旗鼓吧？没有，我都是单独去了解的，没有用您的名义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但愿吧，顾小三儿现在在哪儿呢？这个我也不清楚，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他下班后的去向。黑着，估计里面没有人。猴子，把手电筒和钳子给我。好。马主任，顾小三要住在这里还好，他万一不住在这里，我们这么干可就成小偷了。你怎么那么麻烦呀？来来，
别啊！吓死我了，小三！干嘛呢你？哎呀，小三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慢慢说。马鞍山，马鞍山怎么了？他牧场路，我们住的那间房间，他在里面找东西呢。回去说。过来。谁让你回牧场路那个家了？我有一件特别漂亮的裙子落在那边了，我以为晚上回去应该没事的，可是谁知道碰上他们了。你确定你看见的是他吗？绝对是，那个门口望风的就是他的秘书，我以前还在哪儿见过他来着，好像姓……他在里面干什么？没开灯。手电筒照来照去的，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吧。他看见你了吗？应该没有吧，我直接就走过去了，一步都没敢停。完了，他在查我，妈妈在查我，怎么办？他在查我，妈妈那种油盐不进的。他一旦开始怀疑我，他一定会查到底的。我怎么办？三哥，我怎么办呢？你干了那么多的事儿，弄了那么多的钱，要是老马查清楚了，那我们不是死定了？谁死定了？告诉你，我不会死，我还活一辈子，不能让他这么查下去。你给我记住了，这段时间你哪里不许去，老老实实给我待在家里。幸亏当初没听你的，把东西都搬过来了，要让现在就这样死定了。娘，您在这儿呢。我看这屋里亮着灯，我还以为……你以为是谁？哦，没谁。刚才亚楠还在，他帮淑芬做了康复操，又陪我过来替你收拾屋子。等你这么晚不见你回来，他就走了。啊，那我自己来了。阿良，刚才我劝了亚楠半天。他都不肯留下来，你告诉我，你怎么得罪亚楠了？他干嘛不肯回来住？嗨，大小姐脾气呗，我可没得罪他。谁知道他怎么回事啊？阿良，你就不能跟娘说句实话吗？娘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不用担心啊。孩子，你看着可瘦了。没事了呢。没事啊，别担心我。娘在这儿吗？啊？哟，娘是在这儿啊。喂，毛毛醒了，我这怎么弄都不行，要不您回去看看。喂，我这可怜的大孙子，你们兄弟俩好好聊聊吧。啊，哎，我去看毛毛啊。哎，娘，这我自己来吧，赶快看孩子吧。您去吧。哎，这有吃的吗？赶紧给我弄点，饿死我了。我说你什么情况？那边吃完这边吃啊？直肠子啊，这么快就饿了？娘在这儿伺候你好吧，我那没吃的，赶紧的。别嚷嚷了，我也没吃饭了，我下点面去，咱俩一块儿吃。